我给你吹老板。行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嗯，我们二群可都是漂亮妹妹，你懂吧？哦，那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。行啊，我们说定了啊。那我这头，我跟冰冰说一声，说你同意了。你看冰冰让我问你呢。哦，那你帮我跟冰冰姐说一下呗，对吧？好嘞。好 ，OK OK， 我去通知。好好好，你们先玩。好好。OK OK， 拜拜。这陈可长得可以的。76个啦。陈可长得还是可以的。高低给你拿下。76个。高低啊，高低给你这个陈可给你拿下。好。再说不说的。不是，都死了才可以去。我刚刚把他们热老杀了，我这么说可以杀了他们的。别急，还差四个头。这对面坚挺的。哪个对面？姐怎么了？哎不，宰他宰他宰他。宰他吗 ？OK 了，我来。来，来，我是顺便去考核。呀，怎么？怎么？我刚刚也不知道啊！啊，迪奥，你也不跟我说一声。你谁呀？我跟你熟吗？我跟你说。哎，我就说他怎么玩的还这么厉害呢？还好吧？你家男朋友不是一直嘲讽我30块单价吗？真的？那人家厉害的人30块单价，他自己愿意。我30块单价，对吧？我价格便宜，然后价廉物美，物美价廉。你呢？不是，你就这一波打好了，你就这一把打好了，装什么？就这一把打好了吗？行了，行了，你都做人家60多个，你360多多少个，你没点数啊啊！问人家这个物美价廉，物美价廉，你这个，我们上把真的不知道装什么，打好一波在这装装装，没装呢，啥时候装的？上把可是赢了600多个哎，没装，600多，对，上把领先600。关键恶心的在这装，人家装的挺厉害的。关键恶心的套路有什么好装的？那个对付恶心的人才用恶心的套路，一般情况下不玩的。你懂我的意思吧？他是什么恶心人才玩恶心套路吧？对付恶心的人才玩恶心的套路啊！你能追就追一追吧，你要追不上，你要你，哎，我估计你也追不上。平时的话就正常玩呗。我也没办法了，估计你也追不上。够了，小心一点。没事没事，我很肥，没事。我来了，我看你也追不上了，真的是。你稍微能追的你就追一追吧啊！78个，还差两个翻倍，差两个翻倍啊！不是，为什么？我就很奇怪，你拿这装备，你是不知道这是装什么。差两个翻倍，你别叫啊！你先别说这话啊！哎，你先别说这话，胡子，不是你都说的是玩刺客吗？你还说玩刺客没有前期，有前期没后期的？哎，怎么人家70你11？八十个，差翻倍了！啊，不是他怎么能给他老板打翻倍？你不行啊！你他妈有种把中路给我吧！3倍了哟！不是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操，他3倍了，你看到没？哎，人家怎么能给人家老板打三倍？你怎么不行啊？啊！你就第一把跟我赢那么点儿，哎，真的是人，哎，人比人得扔啊！你这是这老板的声音一会儿像八神，一会儿像又像别人。中路，你别他妈只会玩中路了。他这个声音啊，刺客是你要玩的吧？你说的玩刺客吧？啊啊！他3倍了，看到没？急了！这不是我选的刺客吧？不好意思哟。50分钟。你干嘛去啊你哟？你干嘛去啊？是个小鸡。都是我能杀他们的。没事。你拿什么杀啊？啊，那俩玩肉的跟两个屎一样，你拿什么杀？宰他冰冰。不是你这个，你这我操，你他妈还要 K 是吧？逆他杀啊！你他妈这也 K 啊？那一点的除了可以的会干嘛？算呀！83个头，哥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看不到这是多少个头吗？他妈除了会 K 的还会什么？他什么都玩的比你好，玩什么？妈捏了！死逼逼！姐，算账！给我，我操！真的是天天姐算账算账。还行，算个小账，怎么个说法，兄弟们？怎么说？
还行。这把又是三呗，这把没有五杀是吧？有个一血哈。这一把有一个一血，没有五杀，没有五杀。OK。对对对。那就是八四减。还可以，还可以，九个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你听见了没？啊？要开启新副本了吗？见到你。二百一十九。听到了没？给他中路要个照片吗？我操！姐，照片别忘了啊。真他妈只会抢到这个英雄。嗯，现在给你发。好嘞，好嘞。不是老板，我下一波给他打回来。你单飞没了？这句话听两局了。你单飞没了？单飞没了，你单飞没了啊？他妈的，只会玩你这种恶心的。你单飞没了？你单飞没了？你单飞没了，哥们儿。他也不配拿这个。喜欢叫是吧？我的。给你晚上单飞又怎么样？给我一晚上单飞又怎么样？不能怎么样，挺赚的。今晚接完单之后，今晚接完单之后吃顿火锅，再泡个澡，是美滋滋。他妈有种再来搞两把吧，真的是有点。不跟你玩了，不跟你玩了，不跟你搞了，不跟你搞了。美恶心人，美滋滋，美滋滋，你别在那嘴犟了，行不行啊？你跟他学学行不行？你学人家怎么杀人行不行啊？啊，能不能别嘴犟了？能不能别犟了？犟什么呀？犟什么？犟嘴，还在犟嘴？把中路给我，只会抢个中路。中路给你。中路谁不好杀人？中路，我打野去了，我打野。我阿玛打野。他给你中路给你，中路给你了。看到了。中路给你了，行吧。